我是文班亚马，那马怎么你了？你要亚的？我今天砍下了27分。你说你这么着，你让上一场就埋你那帮人怎么想？大爷，能不能不闹了？你要找你保镖干我？那埋人保镖干啥呀？那可不，人那不是尽职尽责吗？那不然你要是给他拍散架了，你他妈咋扯了？别吱声，别不说不说不说，你还年轻，我他妈大，但是我接不住那一巴掌。不是我今天这么大杀四方，能不能表扬表扬我？怎么的？一趴着你没打够，你还要撒野？还要大杀四方？我那是一个形容，当时气氛就是大杀四方。这要3月份不得毁灭地球？干啥呀？你俩刚来就能埋人？你别雷他了，他俩有病。还得是前辈，咱摸摸头下不着了。你给我去一边，你别给人头发摸骨折了。我今天那打了多些人呢？那可不，你不打脸作业户？你还没打 NBA 呢，就先给人脸打了。那不是我打的，那保镖打的。别说教练，别说。哎，这人保镖负责，你知道吗？是我看出来了，我好像搁那家狙一枪，搁那射你。你啥意思啊？哎、我那玩意儿哥他妈还把军方给惊动了呢。来摸摸头，下不着。你不要碰我，你的手比他的枪还要吓人。未来是你的孩子。啊！妈的！我操！这把稳了，这事儿了稳。我跟他不熟，那裁判跟你握手，他为啥没勒你？搁那块跟欧文联络，还能这么整呢？他不赖，他赖谁？你说？